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偶像剧教母柴智屏与男友崔振东长达18年的感情疑似生变。媒体还透露称，两人现正在切割财产，变卖豪宅，其中豪宅价格高达上亿元台币。台湾媒体表示，柴智屏与男友已经2个多月没有说话。据悉，柴智屏与崔振东两人目前出售的正是他们在2016年购入的总价近3亿台币的豪宅，价格高到令人震惊。而柴智屏本人的资产数额就不可小窥，曾有媒体表示他身家至少千万，在北京的豪宅地处高档小区，每平方的价格将近7万元，可以说是富婆了。另外，柴智屏不仅会赚钱，也很会花钱，他非常喜欢购买名牌服饰，会固定和朋友约下午茶喝，也会每年外出旅行，生活很精致。柴智屏在与现任男友崔振东交往前，还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据悉前夫比柴智屏小8岁，二人认识3年，结婚5年，还有一个女儿，但二人最终于2001年选择离婚。后来柴智屏遇见了崔振东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崔振东是索尼音乐大中华区的执行总裁，是周杰伦、王力宏的老板，不仅如此，他更是华语乐坛的重量级人物，非常懂得如何开拓市场。